俗语话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再出色嘅球员都有挂靴嘅时候，要完结佢嘅球员生涯嘅。今日呢一场波比数唔重要，最紧要嘅系俾机会佢为自己嘅职业生涯画上句号，纪念佢为我哋带嚟嘅精彩时刻。非常令人难忘嘅一个球场，比赛都多咗分色彩啊！开波啦！身形占优啊，个波传向左翼，叫做暂时解除威胁啦。乌姆迪迪，一个长传啊上前场，好，而家一今次得唔得啊？守门员救得靓啊！呢、這個波救落嚟啊，睇落好似好易啊，其實真係唔簡單嘅。舒偉恩、史迪加向右翼傳出，真係好波啊！俾佢捉曬路啊，踢埋上去，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。真系够晒冷静，攞得好准啊！呢个波正啊，够简单直接，总之有机会就起脚。卡昂率先取得入球，呢个球员天生就系晓入波嘅，就算成场状态唔好都照入。迪沙哥耶夫整脚直线，舒韦恩史迪加，上半场结束，头四十五分钟啊几刺激啦！目前虽然得一个入波，但系比赛嘅战情系精彩噶。上半场佢哋表现就真系麻麻地啦，不过咧最重要就系唔好心急，试下可唔可以追翻球先啦。好，我哋翻嚟再开波啦，剩低四十五分钟俾你哋追嘅咋。史尼达、伊云斯继续突破，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。舒韦恩、史迪加位置感一流，挡住呢一球波啦。史尼达向前传出，开界外球，相信大家都估到噶啦，系时候换人噶啦。一脚地波送入去，大脚解围，都系时候试多啲花神噶啦，吓不妨可以试下喺中路俾射门啦、啊，成应啊！防守嗰边松口气啦。话佢一啲都唔犹豫，喺中间咧咁样扭过对手，可惜最后一脚咧就争啲。
回传翻俾龙门啦。乌姆迪迪试下压埋去啦，越咗围啦。又是个 timing 差少少啦，呢个波其实做得不错，几有心思噶，再嚟过。舒伟恩史迪加，巴里斯直接长传，史尼达斯丹，乌姆迪迪抢翻个波翻嚟啦。嗱喺呢个时候咧，压多啲人上去咧都啱嘅，因为尝试咧想追平啊嘛，后卫都要冒险啦。射啦，入波啦！喺呢一个时候赢紧两球，都赢得啦啩，怕扯。因为一个打一个真系冇乜人赢到佢噶，喺呢一度亦都唔例外啊。嗱，单对单对住龙门，最紧要就系冷静啦。龙门系想挡佢噶，挡唔到啊。场边已经进行最后确认了，帕车很快就有球员调动了。我这里换人很啱，因为我看他也没什么体力了，这个时候如果继续踢斩搞的。卡昂又稳阵了多少了，领先2-0了。波传向左翼，感觉喂，把握机会啊，完全阻不到他们啊。入波啦！嗱，反击咪就应该咁咯，越简单越好，斩下压搞掂。第三粒啦，佢今日嘅表现一流啊！我谂后防见到佢都惊，成场波都俾佢压住嚟踢嘅，完全冇得唞啊！再换多个人，今日佢系踢得系好落力噶，所以咪搞到而家冇咩体力咯。卡昂遥遥领先3球，纳神、迪沙哥耶夫为脚直线，时间到咯，球证明笛都几明显下，佢哋喺各个方面都系唔够对手好嘅。Kimman 头先场波咧，你点睇啊？嗱，呢个结果可以话唔意外啦，但系都要赞下佢哋嘅领队咧，有谂过点样揾赢波嘅机会嘅，只不过个挑战就大一啲。咁我哋都系时候同大家讲声拜拜啦，多谢啊 Kimman， 今日好开心啊！